家属是不忍心，介入神严恶刑禁，自律敬神世俗人。如此的制度，欠欠无比，当初的效法不知何时啊！对，只有来到西方，才会当见闻正规规矩。哈哈哈！佛国真传世意，修佛道依旧佛佑。又是千年相传严肃制度，方才另有如此规范，可叹大唐朝廷对咱真人实意采取管制态度，已敢处地大有不同咯。是啊，所以我一定要将处地政团的种种详细记录，带回大唐，和朝廷、寺院最了解。今世若是难以实行，希望流传后代，对唐朝的政策能有所帮助。现在，现在，你有如此想法甚好，依旧。我看野味真深，不如咱现在就开始这个范文以及生物论的考验吧。哦，是。你先读伊的头第一段，予我听。是。情书兄，听你上京流离无改，甲初来之时大不相同啊！这几年来，我真努力学习梵文，总算是有所进步咯。已经，已经啊！哦，拜见禅师。长老，我下先告退了。禅师，崔义经有何事啊？哦，你曾经不是捌提起想要前往纳兰大师，然后偏向佛陀圣迹啊？我呢，
本有顺利之心，所以决定要家里做伙同行咯。真的？是啊。哇，有贤叔相伴顺利，已经久治不得。嗯。但是这哪难多事？在中印度，李达摩立地，过六七十亿，一英呢，相当于动土的三十里，将近两千里之遥。沿路搁爱经过古山密林，时常啊，也搁稻穗出没，所以相顾如邻，必须就爱结伴。往往嘛，得爱数百人，才会当做伙行，才会当保住大家安全呐。啊，哦，想袂到这么凶险啊！嗯，印度非常的广大，而且嘛非常的复杂，有十几个国家，嘛有真侪部落。山野之地，化外之名，乃至道会、会王法、国力所致，因此要旅行啊，就爱自求多福了啊。嗯，不管有偌人危险，我拢决意要前往，不敌。贤叔，你可有对策吗？哦，近几日有听人伫咧讲，纳兰都是遐个精将，要由达摩立地回转时来，咱会当甲伊联络，做伙行，等待前往中印度，甲遮个商旅做伙集合，咱就会当做伙出发咯。哦，那你就太好了，我要赶紧开始准备了。
青啊，啊你受要紧无？我看，阮大家陪你歇困一下啊。是啊，我无要紧啊。哎，大队哦，已经向前行呢，唔通因为我，哦，大家，你离开大队伤远啦。哎，你想坐咧？我看你安尼，一时间，我想，嘛是赶袂到遐个队伍咯。不如安尼啦，疫情事影，你将你行李交代给阮，你稍作休困，然后再慢慢将这队伍堆起哩吼。谢你，谢你。等下啦，警主，我要甲你拍啦。啊无，我的包啊拜托您啦。啊拜托吼。雨清啊，安尼甲你一人等你只。安尼刚好，沈叔，你放心啦。啊，我若减轻一寡重量，我阁休困一下吼，我应该就有法度行较紧的啦。这，好啦，嘛只有如此。我跟你讲，头前遐，阁行十里路，就一个钟头。今仔日所有人拢会伫遐过上一暝，你着赶紧教大家做伙集合，有听见无？我知影，感恩各位，感恩上师。壮壮，咱嘛赶紧约起你吧。好好好，咱行吼。义清啊，你着赶紧来呢。你免挂住我啦，上师。我看完，就去甲恁庄仔头会好吧啦。好啦好，客气你哦。我知影。哈。我以前哦，身体拢真勇健，哪会安尼？甲生病了，甲真严重。啊，这我头一摆呢，哦，偏偏阁是吼，我要去纳兰多谢这段路啦。哦，莫非哦，是业障咧甲我考验哦？心中多是扰乱顿。
想做公得住我，我在哪里？命数错的。是下心，你那抓到白色的人，会杀人在天的。我的皮肤是白的，我生命的危险，我这金珠要安怎？我，掉，看看我，手、面、身躯拢抹黑，我都要赶紧速速离开。来去头前的警察，甲咸叔同个回合，无，无。已经输掉了，已经了，已经了。
是你倒位？你若是有听见我伫咧叫，你嘛甲我应一下。一剑叔兄，一剑，一剑叔兄，相叔，相叔，哎、欸，各位啊，各位，刚才有听到一剑的声，咱大家速出去看卖，一剑一定是伫咧遮。好，大家紧找，紧找，紧找，一剑叔兄。绝望之际，听叫声，顺声走找向前行。医生，医生，你是倒位啊？草埔之中见人影。哎，各位啊，医生，你这，你这。欢喜叫出一种名。哎，水，叔呀，感恩上叔啊！你呀，你入夜香味赶到位，我着叫大家出庄头，伫咧走找你，你敢知？也是你来变成如此的模样咧？一言难尽啊！休息美梦啊，好好好，我是是闪烁，恁大家找来教阮，而且我已经无命了。来，这个好好势。哎呀，虽然你无着在意，但是也可以当保住性命。这是不幸中诸大幸咯，你还知？你尚有任务未完成啊！你家己就爱好好保重你自己，知无？我知，我知，我会好好保护我家己的身躯。我要完成我计划。方法，心肝。进来，该查到等于从哪呀？进来呀！曾经所见、所学的一切，如今正在我的眼前啊！哎呀，我
好奇幸运，我好奇幸运啊！